Centro Este。从 La Gruta 过去呢，约45分钟左右的车程。在这里不但可以看得到海狮，还有一片很漂亮的贝壳沙滩。哦，我们到了。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呢，是在 Reserva Lobo Marino。在这里可以看得到海狮群聚在一起，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数量没有那么多。稍微停留后，就前往有着透明海水、洁白沙滩的 Punta Belvices，也称之为阿根廷的加勒比海。这里很适合留一整天，因为人不是很多，感觉十分宁静，风景又漂亮。不过来这边要注意，因为这里只有一间卖 churro 的小摊子和两间收费的流动厕所。如果要来呢，最好自备饮料及食物，因为在这里野餐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你已经吃了。我吃在那个。哎，你要吃吗？很好吃，很脆。它是加多士的在海滩。你怎么话？在海滩吃 churro。你们不觉得应该去那边坐着吃吗？好清澈的水。哦，你已经进去了。水很热吗？没有，水太热了。这是涨潮。对，现在涨潮。退潮的时候不可以走到对面去吗？对呀、啊，走到那一边，走到那一边。走到那边。San Antonio Oeste， 距离 La Gruta 只有15公里的地方。主要的经济活动是渔业、矿物开采和旅游。你那边风景还不错啊。这里特殊的地理位置是最先涨潮和最后退潮的地方。虽然没有像 Punta Belvices 那么的漂亮宽广，但是是附近居民最喜欢来的地方。海滩附近也有餐厅，可以点些饮料、海鲜及快餐，也有提供海上活动的店家，如浮潜啊、乘船游览内湾等活动。至于价格，我真的没问哎。超级热，哇！全部都是辣的。那怎么开始吃啊？待会吃，我帮你吃。哦，另外一个 ，OK。来到 La Gruta 的市中心，开车在附近闲逛一下。现在涨潮了，你看海水都涨在海边嘞。风好大。还有，市中心就是巴哈拉，是不是？这里可以下去的巴哈拉。巴哈莫巴比。La Gruta 是阿根廷的海滨度假胜地，位于阿根廷巴塔哥尼亚东北部的 Rio Negro 省。
这里以阿根廷最温暖的水域而出名。La Gruta 是指洞穴、洞窟的意思。红飞旗代表什么？很危险的意思。真的好大，都已经到门口入口。涨潮，涨潮。在找什么啊？在找什么啊？有螃蟹吗？我们刚刚来的时候好像是六点多，水还在这么高的地方，你看现在已经退下去了，要退到十点。走了，亲哥。